大家好，我们夏星星钢琴在台北市万华区举光路148号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台 U1 工学社的哦，工学社的哈，2万多号 U1，哦，有一年份了，在大概40年左右，哦，40年多，哦，我们可以看打击锤，这部琴其实就是买回去没什么弹，我的客人在卖回来的，哦，那我们待会可以听一下音色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内部。然后看一下弦板，基本上绝对不会有蛀虫，绝对不会有泡损。如果有遇到，一律免费回收退钱。好，你看到我们钢琴的正后方，有没有蛀虫泡水啊？其实看后方就可以看出来。如果有蛀虫泡水的话，底部一定会裂，地板一定会粉末，绝对不会有裂。我们雅马哈的钢琴其实品质是可以保证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听一下整体性的音色。这部琴伤很少，而且它重新调过漆，还蛮亮丽的，而且我的客人都有定期调音保养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录一下弹奏的声音吧。听一下音色。声音还蛮亮的，而且绝对没有受潮，如果有喜欢的客人，记得到台北市万华区举光路148号洽进新钢琴，记得预约看琴哦。OK， 拜拜。